挺有的，再见你一会儿。大家拍拼哦，大家绝对有希望哦，大家好，特别拢徛起来哦，哦，就是南投山的，麦克风麦克风，我呼吁大家哦，大家来关心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咱绝对有希望，嘿，哇，就是南投出现。我今天都会带上，但这个会场都会带上，好，特别祝福你，好，好好好，不失去希望，大家共同用爱心来关怀、来参与，好，好好好，谢谢你，是有价值的礼物，谢谢。哦，快点给上，快点上，我等一下再哭。阿弟哟，哎呀，来，谢谢我们。啊，这拢已经做花，啊，做花，对呀。好讲，我跟你讲过，哈哈哈哈哈，大家来哦，哦，咱拍拼嘞，哦，咱就站起来，哦。我们并没有打倒，我们并没有被那种震灾打倒，我们却又站起来。在整个过程当中，我相信看到摧毁百年来摧毁的惨状，有一个小学的老师写一首诗给我，要我转达给我们所有重建区的兄弟姐妹。他说，我虽然不认识你，当你的亲人死掉的时候我伤痛，我虽然不认识你，但是我看到你几十年的家园被摧毁我难过，但是请你不要灰心，你有你的希望跟我的爱。我相信我们重建区是真正是怀着希望，怀着信心跟同胞的爱，全台北市台北县所有到台北来玩的兄弟姐妹，你同样在年节要去采购买东西，希望你到我们这个特展区来捧来捧场，来跟咱重建区的兄弟姐妹来革命三革来投入，安尼好唔好？呼吁台北县台北市所有的兄弟姐妹到这里来采购，一方面买你必须的用品，二方面我们借着这个买卖来彰显
我们是同舟一命，我们是命运共同体，我们始终跟重建区的兄弟姐妹站在一起。我这里行政院长特别在这里来拜托大家，这一次的春节我们有8天的假期，我们希望你不要到国外去，我们希望你到重建区来玩，这里有规划关怀森林生态之旅。我们希望我们在年假8天，你不要到国外去，你到我们的重建区去。当你到重建区去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台湾之美，真正是台湾之美。